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哥。现在 SS9 赛季开始更新了，试图阻止我充钱的小粉丝。这的舞蹈呢是赛季首充送的，免费送，大家得充18块钱就可以得到。但是这的舞蹈说实在不没有上一个赛季的好啊，上个赛季是这语音包，但是也是值得充。哎，大家看错了啊，充值到账成功。然后我们就去领一下这个充值奖励，快乐宝贝儿，这个舞蹈，荣耀勋章呢6块钱，30个云月升装，非常划算，非常非常划算。我们可以去，哎，这手册下一期再讲。我们可以现在就去用这个30个勋章去抽一下军需，再试一下我最近的欧系怎么样。第一发。一个裤子，第二发一个帽子，老马不行啊。第三发一个背包，还可以，这样算下来还是很划算的，一个舞蹈一个背包都是免费获得的，也都可以说是老马送给我的。不知不觉我也在这个游戏充了很多钱了，